那天的撞下去的状况，我看了一下影像档，其实他的行车记录有一点，可能应该比较少，他马上要停，马上要停，他那个也缓缓骑过去。哦，机车是缓缓的，伊无动起，结果撞，啊伊嘛无，伊无动起，啊就甲弄落，啊弄落了人就翻到玻璃上，就撞到玻璃啊。那对啊，嘿嘿，困唔着，困着啦，着着，让要再慢点开始，再走到里面，他就要让去啦，对啦，快点发现。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影片的话，请帮我们按赞以及分享。如果还没订阅我们吉吉小镇的频道的话，记得订阅并且打开小铃铛哦。